这个是今天晚上的宵夜小龙虾，辛苦你了，过来专程过来帮我煮小龙虾。今晚你怎么说的？怎么说的？最后一餐香辣的，现在又我做说啥？最后一餐螺蛳粉，他那们可以作证的，你再说。这个就不搞辣的了，水煮了。那你清蒸啊，你有本事你清蒸啊。那我就煮，白煮煮就得了，不要辣的。还特意搞这个呢，麻辣的。麻辣的怎么了？难道麻辣的不能吃吗？我说最后一餐，知道不？最后一餐那个螺蛳粉不是小龙虾，这个不是辣的是吧？这不辣呀。这个你这个怎么开？点，开关，按开关啊，对，按风扇啊，开灯，OK，还是做厨房的，灯都不会开。你这个不是厨房用的，不是酒楼厨房用的，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不是厨房用的，是什么？这是家庭厨房。放一点点可以等吗？一下，我奖励你帮我剥虾就可以了，可以吗？我跟你说不要这个奖励吗？你可以不要，你不要吗？你考虑一下，你要不要呀？你买这条都是肉。你要不要？要。啊，你看，那是你自己要的，又不是我非要给你的。先焯一下水。没有油只能焯水了，这个要炸，因为有很多油的，很浪费油。肯就定把那个啦，腥，小油。焯掉那个腥味先，那个臭味。那个白白的是什么？脏。不可能吧，洗这么干净还脏啊？本来我们已经从那边出来。他就要回去休息了，然后我叔说买了小龙虾，没有人煮，所以就叫咱们的庞大叔煮一下。你干嘛要放东西啊？你让我来，你别摸。我想发一下呀。你没事的，现在没事的，开了再发就没事了。煮小龙虾一定要煮麻辣味的。然后一定要放青瓜跟豆芽。有青蛙有豆芽吗？我看一下冰箱有没有。好像我没有看到。啊，没有青椒和没有青瓜和豆芽的话也可以吃的。现在来我家好像你自己家一样哦，是吧？这里有啥？要不要考虑一下上门呀？就不用有3个月试用期了。上门了。啊，就来我们家得了。你觉得嘞？礼金给多少？5万。5万太少了吧？那我娶你要20万，那你娶我才5万呢、啊。那 我只有5万，那你要多少？那你要多少？你说，不要你去我家。你要来我家不好吗？你看来我家，你不用买房了。我买房，我赚钱买房，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。那你现在想一下吧。你如果考虑3个月哦。学东西倒是学得挺快的，煮好了叫我哟。你如果考虑3个月，这3个月我看一下你表现的怎么样，然后我再深入了解。行了，我家也不要你上门了，我家也不缺，我有弟弟的。要再放啤酒哦，放啤酒去焖哦。好嘞。你有病吗？没有。我有药，要不我熬出来，咱们一人一碗。那这就算了吧。看着好香的样子。大同小异，不一样啊。放料呀。
等下说呢。其实我不喜欢放这种料，不是我叔买的。是我的话，我喜欢自己调那个香料，就是那些有八角、桂皮那种，自己调。这个没有这个那么香。嗯。香了，我闻到香味了。你看，手套都给你准备好了。来来来。看起来挺粗，太快了。那必须的。哎，这哪里开了？一个虾有两个屁股了。行，我叫他们吃小龙虾啊。以前我在家经常做，夏天的时候。现在快要上学了，他说要想吃小龙虾。都不给他，今天不在家了，不怎么吃。上次你洗小龙虾，把这个拔掉，把这个脚。小孩洗的，不是我洗的。把这个小龙虾这个脚拔掉，就卫生很多。他这个好像是太背了。没有太背，只是拉了沙线。你吃吧，我萝卜。快点！还吃点，快点！嗯。我手也凉。我没叫你帮我放啊，你不要想着你帮我吃。那这两个。我们老师不洗手了。你比你妈嘞。吃吧，吃吧。妈妈，过来。本来不是这个吧。吃不了。吃不了辣。等一下，盖一下，行了，等一下。油的。我问你，你算了吧。你不能念油吗？先把这个盖一下。我刚刚发动它，也有人亲戚买了。都没有钱赚的，买有什么用？一个钱就买一瓶水。今天我看一下子就出了200单。哪里来的？月饼。我们来的。我们卖一下子就出了200单。真的吗？嗯。没看到200单那么多的。有。有的买了好多单的，一个人买了3单、4单这种。9.9的都是。一分钱都没能赚的，都值得好看。那个月饼的。我跟你说，你要给点福利人家啊。月饼你们这么大。肯定有这么大、啊。你叫我干干干什么？干。因为你手没油啊，不叫你干。我这不是。干了你手没油。那个月饼像这个杯子口这么大。啊？这么大？啊？那个不叫月饼，那叫月亮。那叫月亮。啊，戴手套。小妹妹，你能吃吗？他不能吃，你可以吃吗？我可以看。只看不能吃，他吃他。